开门啊！哥，你加油啦！爸在来投诉呐！我说你不要随后伊哦。什么出头？祝你病快紧啊！恁爸传病便等你，乖乖去生囝啦。你要跟阿珍会拍照不？唔免啦，谢谢。还是我帮你辛苦。你莫安尼啦，干洗就好啊。咱都已经结婚啊，你是来拍摄啥？你敢捌听人讲过，勉强是不会幸福的。你哪拢袂死心哈、啊？想叫我是爱到个惨死。虽然你今仔带恁共体来乱，也毋过我袂怪你啦，你免惊。敢爱我讲甲遮明吗？我袂甲你做翁仔某啦。下次。敢着我遐戆强诶？来嘛，你也不去看卖，你也知好唔好？嗯，按唔好，敢会再退回咧？我保证你绝对袂退回。你别冲啥啦！你别讲，你别蹭人的口。囡仔人甲人咧听啥啦？较早讲较无好。我穿着领啊！别讲，别讲啦！到底是穿着领？最后一领，最后一领。气氛嘛真重要哩。哇，足球哎，小智智，我愿意当你的守门员，一辈子帮你守护这颗球。单婆孙，穿我的衫要创我，我都快寒着了。你毛病，你想啥？我你刚坐到八度啊哦，又够重的你，你够重，够重。实在真无路用呢，要么三十岁都剩一个嘴。我都跟你讲无解嘛，你用强嘛无效啦。